今天用最舒适的驾驶模式抵达了乌鲁木齐。那么在这一路上面，我们遇到了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天气，比如沙尘暴、暴雨，以及像火焰山这种高温。其实这些对于车辆来说都有着非常严苛的考验。那么对于车的整个工况、耐久性以及长途驾驶状态下电机的状态，这也是我第一次驾驶一台电动车型行驶了3000公里以上的长途。以往我都驾驶的像6缸、4缸，包括柴油机的这种硬派越野车和其他的这种燃油车型跑我们美丽大西北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一次首次以电车出行，我把所有的行程规划都做得非常细致，包括说我们在路上会对于增程式电车纯电充电进行计划。当然了，像额济纳旗这样的一个城市，它的充电桩的基建的覆盖率还不是特别高，整个城市有一个充电站只有一个桩可以用，这就非常的尴尬。所以我们在这一路上只充了3次电，每次充电费用大概是在25块钱到30块钱左右。同时这一路上我们基本上都是用了增程器加油的状态来行驶的，所以在整个节奏上跟燃油车相比并没有差特别多。我们这一路上大概加了268升油，那么行驶了不到3000公里。我们以一个平均的油价来算的话，8.19块，我们这一次增程式使用的燃油每百公里大概在8.5升左右。这一跟一台2.0的4缸机跑长途的油耗很接近。当然了，这里边还包括了我们会在停泊的几个城市里面进行了城市路况的行驶。当然我们进入乌鲁木齐之后马上就补了电，所以我们今天在乌鲁木齐室内也全部用的是纯电来行驶的。所以增程式电动车对于现在这个大环境来说，其实能够满足我们一个家庭只有一台车所有的需求。那么对于增程式电车整个驾驶的过程来说，说实话在路上我有很多担心。在长途驾驶状态下，时速为120公里，电动机以这种高转速的状态下，每天行驶6个小时到7个小时，甚至有时候8个小时，它的耐久性如何？那么包括像我们到吐鲁番51度的高温，那么电机的工作状态也是保持一个很稳定的状态。在这一路整个车辆工况都非常的稳定。那么我们这一路上其实也看到非常多有意思的风景，比如说在最后一天我们行驶到了火焰山的腹地，走到了一个1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这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古村落。那么在这里还保留了上千年伊斯兰的坟墓，包括上千年的清真寺，这些都是历史的遗迹。我们知道我们走的后一段路是唐僧西天取经所经历的这条路，这路上面有很多美丽的城市，吐鲁番啊、车迟国，比如说求慈，这些都是在西游记里面有所体现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抵达了乌鲁木齐，我们这一段奔界 M7 增程式纯电动车型长途驾驶的一个测试的基本的成绩就是这样。我们整体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从北京出发，那么在包头、额济纳旗以及哈密和乌鲁木齐进行4次停泊，我们加了268.6升油，折合大概2199块钱，充电充3次，分别是23块钱、26块钱以及今天30块钱。这3次充电大概在80块钱，那么加油加了2199块钱，基本上2200块钱的一个成本。你觉得增程式纯电动车像一个这种将近3000公里的一个长途驾驶这样的成本你能够接受呢？那么对于一个居住在北京城区家里只有一台车且一个电标状态下，其实这么看来一个纯电的增程式电动车还是符合一个大家庭使用的。那么问界 M7 增程式纯电动车在 L2 级驾驶辅助系统，包括车内空间的承载力，包括零重力座椅，都让这3000公里的驾驶体验感觉到非常轻松。其实这4站走来，我们并没有觉得说因为驾驶所感觉到疲累，而且沿途内蒙古、甘肃以及新疆的风景也是让我们这一路整体心情非常之愉悦。那么今天我们也抵达了最后的目的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天我来的位置是乌鲁木齐的新地标乌鲁木齐。